说句话，老夫见不着你，你忙什么呢？小两月啊，最近老没见了，怎么了？心情不好。没有什么心情不好的呀，不愿意上台。怎么了？站在这个舞台上，我能够看见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我好啊。是，可是观众朋友们，也有姑娘小伙在一起坐着的，成双成对来的，卿卿我我啊，肩并肩手拉手，对，我就恨不得坐他们俩中间去。你这什么思想啊？啊，来吧来吧，您这个思想可不对啊，不好使。哎，咱们这台上演出呢，下了场你媳妇也陪你逛街看电影啊？谁呀？你女朋友呢？媳妇儿呢？他别提了。你怎么了呢？他把我给踹了。是呀，哎，别难过啊，没事儿。你还有孙儿呢。哎。您别太难过啊，我劝劝您啊，别往心里太难过。能不难过？能不难过？怎么了你？你这叫饱汉不知饿汉的心眼啊！这话说的，您都卿卿我我，我难受。您难受我知道，我得劝劝您。咱们失恋可不能失智啊，真正爱情不是只有一次。您最初的这个恋人也不一定是您理想的伴侣。哎，这么着，改天我回家呀，我跟我媳妇说说，她同意吗？怎么这么别扭的话？那我是不是助人为乐似的？她多大岁数了？她30，我29，岁数差。不是，我媳妇介绍给你的了。不是，您什么意思呀？哎，您不明白，我媳妇认识人多，再给您介绍一个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误会您的意思了。我都明白了，误会您的意思了。您要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？是是是，太好了，是吗？哎，我谢谢您。哎，不客气。可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。您有什么要求？您能给我找一个漂亮点的吗？一定要比我曾经那个女朋友漂亮百倍。我气他啊！不是，您等等啊！给你打雷了吗？哎呀！您那雷劈了他！您怎么话就是一雷，知道吗？您这不要脸，比您那个女朋友要漂亮。当然了，我也不知道您以前那女朋友多漂亮。哎呦，漂亮极了，是吗？特别的漂亮。您说的，高高的个头，哎呦，瓜子脸，嚯，弯弯的眉毛，丹凤眼，哎呦。鼻子最好看，是吗？但是那个鼻子啊，他那个鼻子，哎呦喂，漂亮的，没有语言来形容他。这叫什么鼻子的？他的鼻子，综合了世界名女明星的那个好看的鼻子，都综合谁呢？你看，打左边看啊，是山口百惠的鼻子；打右边看呢，是妮可基德曼的鼻子；打前面看呢，是安吉丽娜朱莉的鼻子；打后边看呢，打后没有鼻子。废话。凑到头长一鼻子妖精，那是就是特别的好看，啊，就这么好看。不光是我喜欢他的鼻子，嗯，就连他自己都特别喜欢他自己的鼻子，就喜欢这鼻子啊。曾经我们俩商量了，啊，拿他这个鼻子作为我们两个人订婚的信物。鼻子当信物，嗯，哎呦，多新鲜，好看极了，是吗？当然了，哎呦，我最喜欢他的鼻子。哎，这么说你们俩相爱还挺好，那是。当然了，哦，我们俩那是青梅竹马哟。两小无猜，我俩从小一起长大的。哎呦，我记得我送他上小学的时候，哎呦，小学都认识啊！我们俩来到一个小溪潺潺的坑边，哎呦，后边都别手臂潺潺了。他拉着我的手，哎呦，这么点儿，看着我的脸，哎呦，莫名。我就喜欢你，深深地爱上你，这么点儿都爱上，没有理由，没有原因。莫名，
我就喜欢你，时时年少，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。多美！是啊，是是是。我记得我送他上初中。草地上，哎，那是草地吗？枝芽慢慢的，多大脚啊！拉着我的手，我还拉着你的手，看着我的脸，轻轻地说：“说什么呀？有眼屎。”你那不说蝙蝠？我也拉着他的手，是吗？看着他的脸，是啊，轻轻地说：“说什么？你也有。”俩人刚睡醒了，是吧？就拉着我的手，哎，就老拉着走，看着我的脸，啊，我轻轻地告诉你，那我这姑娘挺爱唱，你的脸上有烟絮，走的歌儿，给你我的寂寞，我的欢乐，还有什么不能说？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，我会告诉你我不知道。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，我会告诉你很多很多。我记得我送他上高中的时候，哦，都是农村，我们俩来到一个枝叶茂茂、小溪潺潺的玉米地。我这坑里种上玉米了。他拉着我的手，是吗？看着我的脸，又来，轻轻的，怎么着？轻轻的，轻轻的，哎，我就离开了。会这么些歌啊，这个。擦着眼角的泪失去，漫漫长夜里，未来日子里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。哎呦，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，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。虽然迎着风，虽然下着雨，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。没有的日子里，我更加珍惜自己。没有我的岁月里，你要保重你自己。你问我何时会故里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，不是在此时，不是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好，人家冬天要回来，十分的美好。是是是，不错。我记得啊，我送他上大学的时候。你先等会儿，你等会儿。怎么了？我记得你是小学你也送，嗯，初中你也送，嗯，高中你也送，嗯。大学你也送，嗯，这上学的事儿里没你啊，你没上过学啊，和尚，净送别人了，谁说的？不是你们，我们俩不在一个学校，哦，不是一个学校啊，啊，你们那个地方几个学校啊？一个学校，我们就是没上过学吗？在家学呀，哦，家里教。父母是孩子最闯的老师哦，我请了私塾哦，请你私塾，请你二大爷，你妈接着呢，私塾，哦，家里教，嗯，私塾，哎呦，你有钱呀、啊！我记得我送他上大学的时候，还是您送，我们俩来到枝桠漫漫，哎，小溪潺潺，是玉米地的坑边，还是这块地方。他拉着我的手，老拉着手，不干点别的也。看着我的脸，哎，后来他这个手，嗯，缓缓向上移动，哎，变了，
抱着我的脖子，哎，好像我不说了。您别胡说了，您说，你大家都想听的，说说，什么想听？想听什么？说，抱着我的脖子，看他怎么着，轻轻的，这怎么了？轻轻的又来了，这是。少听歌吧啊！以前换点实际生活，深深的感情，叫我思念到如今。你问我爱你多深？我爱。我的心越真，我的爱越真。写信了，我看信的内容，我就知道他要跟我吹吹了。还吹吹呢？不是信里怎么样跟你吹吹呀、啊？我跟你说说。哎，干嘛？把口罩儿？信。哎呦，这信还揣着呢，头哪儿戴呢？看一次我心碎一次。别看你的纸都碎了。哎呀，这么写的？怎么写的？亲爱的小月月，哎，你们俩谁是男的？我大学即将毕业，好吗？这几天我一直梦见你英俊的面容，等你那照亮我灵魂的目光。哎呀，情的冲击力促使我不得不拿起笔，再次向你诉说衷肠。你不仅有演员的长相，还有运动员的健壮，你有诗人的才华，还有外交官的风度。你的身体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，强烈的吸引着我。爱罗词是吗？虽然你比我大十几岁。还有两个孩子啊，但你比岳云鹏强多了。嗯，岳云鹏算个神马东西，我觉得和他一刀两断。哎，不不，您等等，还有，哎呀，我他妈哭什么？只要你和你的老婆离婚。我愿做你终身的伴侣。哎，不是先等等吗？你怎么知道这封信是他写给你的？啊？这有烙块。烙块写什么呀？爱你的烙。哎。别烙。我媳妇叫烙。姓什么呀？毕。毕烙。哎呦，那咱俩拉个手吧。你也叫毕烙。哎，我叫太字。我洗衣服呢，媳妇儿啊，什么乱呢你？你起这名字呀？你心里难受着，这甭问呢。爱上一个叫小月月的人了，还不是您啊？写封信问问他。写封信？对呀、啊，必然是来不及了。怎么呢？第二天我坐上飞机，我来到他们的大学，哎呦，找着这个毕浪，是抓了他的手，毕浪、啊，哎呦，幺二零，炸死你啊！怎么回事？这信怎么回事？哎呦，你说怎么回事？哦，你说怎么回事？急什么急？我给你的信吗？啊，你看看信的内容，看看毕浪，看看信的内容啊，说了，说什么？既然你都知道了，我就告诉你，怎么了？我爱上我们的老师了，又不是给你，他叫小月月，我同时写了两封信，记错了。哎呀，这种爱情我都什么样啊？嗯，爱怎么着怎么着吧，我豁出去了，事已至此了。哎，我不爱你了。哎呦，你说怎么办吧？真绝情，我怎么办？你说我怎么办？你怎么办呢？
咱别这样。我跑遍了北京四九城，我溜溜转了一天，是吗？到了晚上我才知道新华书店有卖的。您直接去不好吗？我就去了。哎，到那一打听，我钱不够，哎呦，也得买呀。是，我一咬牙一跺脚，怎么样？光着膀子我就出来了。哎，您怎么光着膀子出来了？我把衬衣卖了。哎呀，真会卖，真会卖。回家的路上，我在暗自庆幸，那还庆幸？这是要上策，那怎么呢？要下策呢？裤子都保不住了，顶多只有上下策。哎，万一有内策呢？我什么都保不住了。哎，沈班长，我都是为了他。哎，我们俩关系特别的好。是，曾经他得过一回鼻癌，鼻癌呀！哎，沈班长，我为了他。我在北京都住遍了，哎呦，看这病，延庆，哎呦，怀柔，平谷，哎呀，密云，啊，我都转遍了，是，
光问路花了46000。那日本也治不了，最后我才知道宣武区就有医院，直接去罗马。为了他的病啊，我花了10几万的。哎呦，治这鼻子，为了他的鼻子，什么呢？我容易吗？哎呦，我们俩关系特别的好啊。是，曾经我的父亲不允许我跟他在一起搞对象，为什么？说他这个人比较轻浮。你父亲看出来？我一咬牙一跺脚啊，我跟我父亲断绝了关系。您是真狠，断绝了父子关系啊！长大以后，我每次填那个履历表啊，我在父亲这一栏上填的都是查无此人。哎、我爸爸找不着了，这我容易吗？哎、我都是为了他呀，给您豁出去的。姑娘们啊，小伙子们，你要干嘛？咱们应该勇敢地站起来，往前走。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单恋一枝花？哎呦，天底下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的女人多的是吗？好，好，您是想开了。谢谢。哎，谁夸你了？谢谢刚才谈好的朋友们。你的心里跟我是一样的。你别说人家了啊！话音刚落啊，李浪站起来了。干嘛呀？他要说两句。哦呦，要说说说话。啊，哎呀，哎呀，我有话呢。你看这是什么吗？你这什么味儿？这是？他不是没鼻子吗？戴着一个口罩呢。哎，说话漏风啊！您就正经说就完了。好啊，审判长，嗯，没事的啊。我说两句。啊，您说。虽然我今天是原告啊，可是，在道德的法庭上，我却是被告。明白了，我就喜新厌旧。哎呀，这都是我的大不该。是，自从爱上小月月以后，他的家里头都乱成一锅粥了，破坏人家家庭，都是我的不对。什么的，我错了，我决定撤销起诉。哎呦，我决定和岳云鹏重归于好，多好啊！他要跟我重归于好，破镜重圆，太好了。是啊，我当时特别的高兴。是吗？赶紧说两句啊，说吧。别打啊！别打，这是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太高兴了，我太激动了。你这样吧，我把咱们订婚信我还给你。哎，还给你什么呀？鼻子呀！这鼻子能还给就还给。这是他得了鼻癌以后做的一个假鼻子。哦，假的。对了，哎、当时我啪叽，我就给他安上了。安上了，我刚安上，全都笑了。怎么笑了？大头朝上。哎，安反了。